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我信。潘家那小子真是狂妄至极啊，他根本就没把您知府大人放在眼里。他还让我带话给您，说什么柳叶他全包下了，还说什么十八摸柳叶他是学不会的。哼，好小子，哼，等他老子倒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老爷您稍安勿躁。姓冯的那儿有信吗？哦，一切都在正常的进行当中。嗯，此湖大有鬼斧神工之美，绝非是街头巷尾之物。你那日对冯师爷所言，必是搪塞之词。公子，你是明眼人，此湖并非我借头购的。多年前我在雪地里曾经救过一位老尼，妙香法师。法师在临终前让人把我请到暗中，拉着我的手说跟我有佛缘，说要把此湖赠给我。他说湖佛一体，禅茶一味。哎，他说此湖沏茶能明目清心，可是这些年我发现这湖还能治病呢。这么说，这还是把宝湖。改日让家父一看，他必能说出此湖来历。哎，千万不能。令尊藏虎享誉江南，他要是看上我这把壶，我可如何是好啊。妙香法师嘱咐此壶是不能传人的。那好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那小妖在的呢？啊，老爷是说四公子啊，跪了一下午了，累了，这么晚可能睡了。嗯，子不教父之过，他想要成为有用之才，就一定要立志。沾花惹草是成不了大事的，况且那姓焦的又处处给我挖坑下道，这点冯师爷怎么就看不出来？真是匪夷所思啊。冯师爷最愿意去那地方，听说啊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哦，真有其事？我只是听说。第三，不可道听途说，记住啊，祸从口出。老爷，小的记住了。公子您请。
没事。他把你刺伤了。快过来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来！疼吗？不疼。你受惊了。哎，你快看看，丢什么东西没有？啊，你来得及时。他们还来不及拿什么东西。公子，你怎么又折回来了？我放不下你。别哭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倒有一个主意，能一箭双雕。什么主意？说呀。打明儿起，在街面上几天你别给我露面啊。嗯。明天我来找你。嗯。此计高明。哼。我要让潘天赐交出银票。让潘家那小子吃点苦头，也要让柳叶那贱货知道，我焦某人是不好得罪的。焦大人，他那把壶可以一并收入囊中。还那种女人会有什么好壶？焦大人，以在下看来，那把壶是非同一般呐。嗯。原来。